看一下下一则字卡。好，来看一下影片，抛掉鱼文撒饵。啊，这橘子熊，8月29号，即将在小巨蛋 TBS 进行 A3种决赛。我知道你们大部分都是 TBS 的粉丝，不过比赛结束后，你们就会成为橘子熊的粉丝。我会让你们见识台湾第一钓鱼 AP 的厉害。TBS。有人可以告诉我，刚才影片最右边爆炸头花拉链是拉不起来吗？那可能啊，这个是啊，你是有感触是吧？也是啊，也是啊，因为我们那边都比习惯，那拉链拉起来其实很不舒服，因为它那个太紧了，是太合身了。其实它一半的是最舒服的时候。哇，他这个其实我也有看过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这个影片我有看过，其实也是不错啊。不过，其实威力没有另外一边强啊。嗯哼，另外一边你别说啊，这边你看看他妈妈拍了这几个字，大概100个字有吧？嗯，另外一边打一个要出国喽，要出国喽。另外一边你看。另外一边的简洁又有力啊，各种出国啊。但是他们却讲那么多话，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。其实刚刚那就是台服第一钓鱼 AP 蜂糖叉叉，蜂糖真的越来越强大，口袋深度也很够。我觉得蜂糖叉叉绝对比西门叉叉还强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刚刚问一下，也是这个强弱，就是不知道你怎么看。对啊，你们怎么看呢？强弱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打过才知道，对吧？那你呢？你和他们比起来呢？哎，那当然也是要打过才知道。你是五五啊，各有胜负啊。那问一下同仁，你觉得两个蜂糖叉叉跟西门叉叉，在你的心目中而言，谁的实力比较强一点？谁的实力比较强一点哦？对，你都总体实力吗？还是说，因为那个实力有分很多种啊？有一些人可能是团队型玩家，有一些人就是。是单人很强啊！我问的是单人。像蜂糖叉叉哦，蜂糖叉叉就是单人型很强啊，因为他基本上是不管团队的、啊，然后就是喜欢挑衅对手啊，也是一个就是啊比较幼稚的行为啊。所以你觉得蜂糖叉叉跟西门叉叉是蜂糖叉叉可能比较当然啦、啊、这第一钓鱼 AP 也是